第一个步骤很成功，就是让它启动了。第二步先倒转好了。有人，有人，灵异现象，没有人哎、欸。右脚慢慢的踩，踩一点点就好，碰一下下。哦。啊啊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修理可行手机台。没错，后面有台特斯拉给大家看一下。频道呢经营了好几年，我终于有钱买特斯拉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终于呢入手一台特斯拉。好啦，没有啦，开头先感谢那个 UDrive 让我们可以有这台特斯拉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租车的一个厂商，大家打兴趣的话可以搜寻 UDrive 哦。然后这台呢是目前台湾最新的一台，就是 Model Y， 大家看过什么 Model S 啊 Model 3啊，但是这是更厉害的，刚才已经试驾，我觉得非常的好开。那今天影片重点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打算来做一个作死题材，我知道大家最想看的就是我们自虐，那我们今天决定要让那个左右部分的机车姐来开特斯拉。好，我们马上请主角过来。听说呢，你左右不分，那你为什么会有驾照？请问一下。我那时候非常认真的去记左右边，然后去考驾照，然后终于有过。那时候非常认真，但是我考完之后呢，左右边又有点给他忘记。但等一下我会努力记得。那你上一次开车什么时候？几年前。Oh my god！ 那我们今天会不会赔300万？很有可能。我跟大家讲认真，我现在真的非常紧张，我没有在开玩笑，也没有做效果，因为我真的很久没开车了，而且我连油车都开不好了，今天还要开特斯拉。因为大家就喜欢看这种题材，就是喜欢看作死题材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来让机车姐挑战左右不分的人呢，究竟可不可以开特斯拉，然后看会发生什么事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没啊。那都不要录啊。好了，那在开始之前，如果你没订阅的话，赶快订阅频道，让第二组 YG， 然后记得订阅一峰的频道 ，Tech Chris 一峰。那我们马上来看今天发生什么事吧，来看今天会不会撞车。不要诅咒。三 ，Let's go。右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右转，右转，左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真的左右不分呢、啊？我以为只是节目效果哎、欸。一定有人跟我一模一样，因为我有碰过跟我一模一样的人，但是我现在可以记得。那这是哪一边？左边，右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你会发生什么事。好，那马上上车 ，Let's go。那我跟他介绍一下怎么开这个门，好不好？它是感应式的，它等一下会自己弹开。没有。那这样按，按，然后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哎，哦，特斯拉耶！等一下谁坐我旁边啊？不知道，鸡腿啊！鸡腿超躁郁的，他坐我旁边。我在等你们啊！好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先进车子吧 ，Let's go。OK， 没错，我们刚刚白天现在直接晚上了，因为刚刚机车姐在旁边左右不分练了大概三个小时。我真的很紧张哎，怎么办？但是我们今天其实，因为我们真的怕会撞车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停车场绕来绕去就好了。因为我们也要稍微为那个 UDrive 着想，还有特斯拉。安全，我们的吧，我们的生命安全。要先用安全带，很好。是不是，嗯那個、我是真的有考驾照的。那个老师都有教。这个是怎样？完了，我要出事了。啊，这个下面那两个是干嘛的？你猜猜看，两个一起按。啊？好，那我们请那个怡峰老师教好了，因为怡峰老师比较懂特斯拉。好，你现在知道哪个是刹车吗？刹车不知道。刹车是左边那个，左边的踏板。这边这个。左边。左边。刚不是有练三个小时了？左边、右边、左边的踏板是刹车，一定要记得哦。刹车。我现在踩吗？对，然后开机。啊，你现在要开机了。开机、哦，开机，开机。好，踩住。好，踩住，启动了，有没有？全亮了。我们要开始往前了吗？应该还没吧。慢慢移动就好了。先把方向盘转正。好。好，往左转，转。好，正的。啊，你知道什么是排档吗？不知道。现在我们在 P 档，就是停车的档位。我们现在要转到前进的档位，那个拨档往下压。等一下，有车来了！啊，有车！好烦哦、喔，我为什么要拍这种气话？他走，快！刹车一定要踩着就对了。好，踩着了。好，拨杆往下。用力。好，现在准备要往前了。啊，等一下！你慢慢放开刹车，它会慢慢往前。啊，万一我要它停呢？我要它停呢？就踩下去啊！我停车踩下去，是不是？谨慎哦，一定要谨慎哦。那我等一下转弯的时候怎么办？转方向盘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很紧张啊！等一下，你没有做效果吧？开车而已。我好紧张啊！哎、欸，这台车很贵哎、欸。300万，300万，小心一点，请前进。
你放了吗？放了。怎么没有往前？我怎么没有往前？那你要补一点点油门。我不敢踩油门你就轻轻喊右脚慢慢的踩，踩一点点就好，碰一下下。哦。有他到底在干嘛？到底在干嘛？动了，我们终于动了。你还没有前进五公分吧？我们从白天等到晚上只动了一下，已经晚上了。天啊！各位，有前进五公分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有，大概三公分。我觉得那是心理的压力。现在很怕撞车，我会从九楼飞下去。来，刹车慢慢放开，然后踩一点点油门，踩一下下就好了。哦，很好。很好，你消费车哦。What？ 那是山猪吗？教练要疯了！我们已经前进十公分了吧？差不多，很好。是啊。怎么没有动？因为你要补一点点油门让它前进。有人会过吗？没有。你看到鬼哦、喔！旁边根本没有人，都是超框框的啦。看鬼！鬼遇到了。很好。右转。对。效果，我现在好不好？可以。挺好的。好。刚刚是沙哑的声音。今天力气用完了。开车的人看到自己应该会一直摇头。到底在干嘛？到底在干嘛？我很久没有开车了，你突然让我来开 Tesla， 我真的很恐怖观众说要看的没？谁说要看的？观众说要看你第一次开特斯拉的反应。第一个步骤很成功，就是让它启动了。第二步先倒转好了。有了，第一现象，没有人哎。我刚怎么会有？没有没了。好，第二步倒车。好，我们刹车踩着，用力踩着，然后拨档往上拨，拨到底。好，它改到 R 了。你现在放开刹车，然后慢慢补一点点油门，跟刚刚一样。所以现在会往后，是不是？对，它现在是往后。我现在倒车，现在倒车。很好。好，第二个也成功了。再来第三个是回转，刹车踩着，然后拨档往下拨到底。我们回到低档前进。现在呢，慢慢放开刹车，然后我们往右转，我们要多一点空间回转。右边。对，你怎么还快死了？你刚夜唱完了，我的声音已经沙哑了。很好，好，往右转，再转多一点，可以往左转了。这样子是不是？对，精进状况。有了，方向盘打到底，这样子左转。好，可以了，换到 R 档倒退档，方向盘右转打到底，再转，少打一圈，我们快完成了。哦耶，有 feel 了。有。没事啊，放太多了。然后换到第一档，左转打到底。这样子。对，很好。放开刹车，慢慢往前。慢慢往前。嗯。然后方向盘放开，然后转正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完成了。有 feel 了。所以前进、倒退、回转都成功了。成功了。剩最后一个停车。倒车入库，那个倒车入库完就结束了。你今天就完成你今天的驾训班，快点！我们前面三个步骤完成，剩最后就是停好车就结束了。停好车吗？我觉得我前进后退进步了，并没有。我们现在要来教倒车入库哦，非常的困难哦。其实最难应该是路边停车，倒车入库是第二难。好，最后一个练完就可以了，教练。好，我们现在换到 R 档，我们看一下倒车显影，好方便哦。我们左转打到底，我们要停左边的车。对。哦，你记得左边嘞？慢慢来，我们要停这个位置。OK， 好。好，大家知道了吧？方向盘转回来一点，好，继续走，倒退，然后再打到底，左转打到底。有！哇，这左右不分呢。来，继续走，快了，很好。再来。好，慢慢打正。来。好，已经完成了。好，然后停好车下去看有没有在线内，就好，正式结束。先等一下哦。你要先停车档 P 档，你要按那个按钮，这个色的按，确定它有停车。好，我们下去检查。好，你们下去检查。下来看你有没有停在线内，就正式完成这个驾训班了。这边没有线啊？有啊，黄色的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有在黄色线里面耶。另外一边，如果另外一边在线外的话，就要重停一次。在里面，而且还蛮直的哎，老师教得好，教练教得好。那看现在这边算是很正宗哎，只是贴在里面一点点就好了。完成。今天就是一个让左右部分的人学会开特斯拉。对，而且一开就是那种很贵的车。今天算成功。我以为今天会撞车之类的。
好，没错，那我们今天就算是成功啦。今天也算是一个作死计划，我以为今天可能会撞车。大家可能会想问，怎么没有那个道路驾驶去道路？那因为呢，真的会影响到路人，我真的觉得会造成路人危险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在停车场转一转就好了。对，而且我真的很久没开车了，我觉得记得要买一台，然后这样我可以常常练习。没有，我们看这部可能被特斯拉爸爸看到。谢谢特斯拉爸爸，特斯拉干爹，欢迎来找我们，请再给记者一台让他练习。对，我会好好练习的，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特斯拉有多棒，这样子是真的蛮棒的啦。今天感谢教练怡峰。好，如果大家想看完整的介绍 Model Y 还有特斯拉测轨的企划，大家可以去这个频道看哦，都放在下方，大家赶快看。看起来好，那影片到这边啦，再次谢谢 UDrive 让我们可以开特斯拉，你会把相关资讯放在下方，大家可以去 UDrive 租借特斯拉，可以让你帅帅的开特斯拉。影片到这边啦，如果喜欢影片请订阅影片很大，对，那怎么 IG 一定要追踪，好，大家记得订阅一峰的频道，记得加入我们会员，今天听我们新歌毛很多，电商逛一下。好，那这样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